用你的 UID 前三位数证明你是哪个版本入坑的老玩家。自由之都欢迎你们，随风而来的旅行者。是云渊众，他们朝贵州袭来了。雪山上的积雪终年不化，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。好漂亮的灯，这是怎么做的呀？旅行者，蒙德的风花节你喜欢吗？有关着陈歌湖的一切事宜，你们都可以去问问他。不，很重要，你绝对不能输给大魔王。我会将你砌进神像里，一个又一个。刀气幕后的始作俑者又是女尸吗？琴声初起，我便一阵恍神，仿佛有人正与我合奏。人们总是畏惧寒冷，回避危险，却不知道冰层只是表象。能像这样停下来看看烟花，看看离月港，实在是令人幸福。大日月云内部出现了翻涌的黑暗，也不要靠近了。现在难道你们还有的选吗？你们就不好奇在融彩祭上能见到什么有趣的东西吗？曾言巨渊外侧封印解开那天，我特意请调此地，为的就是查清当年的真相。梅姬四处私情，您是在不好意思吗？不要再喊那个奇怪的名字了。在虚名人眼里，他是智慧、仁慈与无所不能的象征。赤王复活真的能为虚迷带来转机吗？这种感觉可真是奇妙，用自己的身体走出牢笼。我怎么感觉他好像在看着我？你们是在向我搭话吗？听说离月今年要办海灯音乐节，我作为诗歌创作者，怎么忍得住诱惑不来看看呢？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，这个地方究竟藏了些什么？我们既是末日的受害者，又成了末日本身。这里就是召唤王大奖赛的比赛现场吗？走喽！车子飞得好快，风呼呼的就吹过去了。欢迎来到水的国度，我福卡洛斯将承认你们旅途的价值与意义。梅洛彼得堡看似监狱，本质上却该被认定为被流放者的聚集地。根据御史裁定书籍给出的结果，我宣判水神死刑。这条不错，演员的情感也很到位，可以保留。我们要开始下一场了。离月港不断发展，海灯节也需要推陈出新。武兽戏在沉郁谷地区还是很有名的哦。